多謝主席，都揾唔到阿黃國興翻嚟算啦。唉，嗱，即係講話選舉事務處嗰啲罄竹難書嘅，我都唔想即係嘥太多嘅時間去講，否則咧你又話我重複。啊，咁咧就所以咧我就轉嚟講呢個第二個嘅啦，就係、是、呢個總目24嘅審計處主席。呢個理髮師問題當然係一個好有趣嘅問題啦，係咪？即係邊個同嗰個理髮師非法咧？呢個哲學嘅問題，其實剃人頭者人亦剃其頭。嗱，審計署咧就係專去睇下人哋，即係睇下各部門咧用錢係咪用得其所嗱。但係呢一個唔同嘅人就有唔同嘅觀感。其實審計署作為一個衙門咧，佢係咪與時並進咧？即係話佢係咪有冇執行到一個更加符合現代社會嘅審計工作咧？當然係一個你點樣去睇你嘅審計工作同埋，即係話你觀念嘅問題。咁而家我哋習慣就係點樣咧？就係邊際效益啦，投入產出啦，即係你俾幾多錢落去，產生咗幾多嘅效果啦。是咪或者係啦使一蚊可唔可以有兩蚊嘅效用啦，呢啲呢就係、是、一個過時嘅審計嘅標準。我舉一個好簡單嘅例子，呢、這個審計署對電影發展基金呢回事就已經好明顯啦，就係錯咗嘅。咁我哋先唔好講，就係話對嗰啲咩鬼話城市基金啊，城市基金龍獅隊嗰件事係咪？我唔知佢係咪佢審㗎，係咪咁污糟邋遢嘅嘢，啲錢派咗落去話派唔到喎。嗰個收咗錢嘅人話冇收喎。呢個審計署唔係報 ICAC 嘅咩？係咪要我去報咧？如果你一個審計嘅部門，你自己冇份去做，個社會幫你做咗啦，就係話原來派咗俾小學生，啲小學生冇收過，咁都唔理。咁咪審乜嘢啊？計咩啊？嗱，呢啲咁嘅不一而足嘅嘢咧，就係話其實鐵打嘅衙門，流水嘅官，好多人都係透過用唔同嘅基金擺落去，好似呢個死鬼曾俊華嗰個未來基金都未做，係咪已經係？令到大家頭都大埋㗎啦，攞咗2200億去俾一個户口，跟住不停咁抌啲錢落去。嗱，呢啲咁嘅嘢當然唔係審計署要做嘅嘢，但係我哋而家香港做咗好多基金出嚟，係冇辦法監察嘅。嗱，我講電影發展基金，主席，電影發展基金係咩呢？就係、是、由香港電影發展局去做嘅，咁呢一樣嘢有乜用呢？嗱，我話俾你聽，佢就話咧，以中佢咧就喺要志在為有利香港電影業發展的項目和活動，在財政方面提供支持，包括一為中低成本的電影製作提供部分融資。到底係？部分是什麼意思呢？大部分，小部分沒有講。加強在內地和海外推廣香港電影。三、加強在香港電影製作和發行各方面培訓人才的措施。不要再讀了，巴巴巴巴巴。那個、問題就在於什麼？我只是說，如果我們去贊助一個電影去發展的時候，不是只看票房的。現在我們去贊助啲電影嘅時候咧，第一就要揀中低級嘅電影。咁何為中低級咧？係嘛？咁所以咧，我哋聽一聽呢個業界嘅意見先。譬如《歲月神偷》，你有冇睇啊，主席？《歲月神偷》嘅。而家係講緊邊個總目？24。我認為你講緊嘅咧，同審計署提供嘅服務嘅政策係離得太遠啦。咩話？請你翻翻嚟講翻呢個。舉緊例喎，因為佢係審計呢、這個
審計署去審呢個電影發展基金噶嘛？啊，梁議員，我哋都知道咧，審計署啊，係對各個政府部門係佢都會有做佢審計嘅工作。係啊，所以而家我哋所討論嘅咧，喺呢個第二十四總目第二十四底下咧，係直接要討論審計署提供嘅服務嘅政策。係咯，咪講緊審計署裏邊所涉及嘅各項嘅。是啊，主席，政府工作 你都去评论的话呢，你不明白，这个就是最好的例子，就是 不可以纯粹就是有没有票房，譬如间你这个其实你真的可能我讲得差啦，我讲多讲多。我认为你应该尽快返返嚟我哋。讲多三十秒你就明啦，即是你去叫一个人睇嗰即是嗰样嘢就是物有所值。就不是话譬如间讲电影，因为你冇例你唔知道。就不是话嗰套电影有没有票房啊。而嗰套電影對香港嘅電影有冇貢獻啊？否則我哋就唔會整一個電影發展基金，咪電影賺錢基金啦。所以審計署喺處理呢啲問題上面，仲係用舊嘅方法去審計係唔通嘅。講俾你聽，呢個唔係我嘅意見啊，係業界好多人講未讀完，即係話審計署署長一係就唔好審計，一審計就唔可以用翻過去就係話投入產出。嘅方法係有 outcome， 即係個政策嘅目標嘅。譬如間你香港呢個電影發展基金，正我讀咗四大嘅嘢啦。我讀少咗一項，唔怪你唔知啊。提高本地觀眾對香港電影的興趣和欣賞能力。啊，梁國雄議員，我再提醒你第六次發言，請你唔好提述一啲同而家你要評論嘅嗰個總目。你咁都唔明嘅服務嘅政策有關嘅問題。嗱，我而家主要針對嘅就批評呢個審計署嘅對呢一個電影發展基金嘅審核標準，即係話佢可能對某一啲嘅政府部門可以用呢個標準，但係對於一啲新嘅嘢，譬如好似電影發展基金啊，或者呢一個城市基金啊，就唔得噶嘛。好似城市基金咁樣，有咩投入產出啊？即係你唔可以純粹就係話，喂，我使咗一蚊，係咪值個半咁嚟噶嘛？係有個 outcome， 即係個政策嘅目標嘅。咁我正話讀俾你聽，就是、提高本地觀眾對香港電影的興趣和欣賞能力，加強在電影製作和發行各方面培訓人才的措施。呢啲根本冇辦法用票房，即係話，主席你明唔明啊？你睇費里尼嘅戲。你睇外國嘅戲，好多就講句唔好聽，就趴咗街嘅，即係話嗰度冇票房嘅。但係佢訓練咗啲電影啊嘛，《黑澤明》初頭都冇人冇呢個人冇人去揾佢拍戲嘅喎，喺日本喺呢個松竹睇到，咦呢條友得喎，咁去拍啊嘛。咁所以如果你用電影發展基金呢個概念去審核嘅時候，就唔能夠好似一個掌櫃咁樣，喂我俾咗一毫。出去是不是攞返一毫的效果呢？不是这样的。是不用为用，纵容所寄，几何原本罪就这样讲。即是说你不是说即时有没有用，那套戏有没有人找回成本，是蚀的这些东西。因为它四大的目标呢，除了是有一部分是从财之外，部分融资。那如果你将部分融资那里做了之后就说，喂有没有蚀到钱，我呢你一定执笠的这个基金。因为是不会呢、这個喺呢、这個这個世界上面係唔會有一個政府可以保證嗰套戲有一賺，除咗文革嗰陣時候。就係、是、我認為你離題而且重複啦。喂，呢、这個我真係做咗好耐準備功夫喎。停止你發言。係業界叫我講嘅喎，張婉婷。梁國雄議員，咁你唔俾講就算啦。有關電影業發展嘅意見，可能係非常之有道理。但你咧應該咁我唔講電影業啦，哎呀真係慘啊真係，我業界叫我一定要講啊，嗱唔關我事啊，我講咗㗎啦，嗱咁咧就審計署嘅我自備咗㗎，唔好意思，總目廿四就係講翻呢一個佢嘅籌詐嘅問，即係籌作嘅問題啦。是不是其实这个审计署在这个政府的编制里面呢
是應該獨立的，即是說是不偏不倚的。但是你可以在委任的時候呢，就出現了一個問題了，就是當委任現在那個審計署署長的時候呢，是發覺了呢呢家佢做嗰間安永呢係出現咗問題。不過我知道一講落去呢你又即係唔高興㗎啦，咁我唔講住，陳偉業呢就話佢要講，咁呢我就都唔係呀，陳偉業講都唔得，佢講得咁精彩冇人聽唔得㗎。我希望主席呢係再召黃國興議員返嚟，即係唔好嘥啲錢。你要求點人數？